會喂有哦，佢唔係哇，佢唔係水嚟噶，酒嚟噶嘛，佢係成兜都係酒嚟噶。因為咧，應該係得我哋兩個食得麻辣的關係咧，就餅拎麻辣隊翻麻辣煲先。嗱，我哋已經好養生啊，一邊係麻辣，一邊係養生嘅。O K， 唔係賣廣告，呢間叫新店啊，新辣嘅新。嗱，一陣而家嗌嘢食先，睇下啲嘢食嚟到，睇下係高唔高質。台灣特別啲，因為咧，我成日好似上次去麻辣都已經有 Moven 皮食噶啦 ，Moven 皮偏甜嘅，所以咧你嚟黐辣嘢啱曬啦，誒都係蝦仁。喂，有雪糕筒喎、啊。通常香港可能只咁俾開瓶嘅，你咁唔會就咁有個機喺度俾你咁樣開瓶咁開心嘅。生意一拍 ，OK， 嗱，輕鬆搞掂啊！呢位雲象最高境界就揾到個碟都撈埋。哇！嗰邊係滿江紅，作者李白。多謝你啊！就係有幾辣先？又唔好啦。係啦，我試下。淋落醬嘅原味，又唔係真係好辣。咪麻辣係咁啊，麻辣唔係一嚟就辣到你跳舞，但係麻嗰樣嘢麻麻。係啦，但係佢嗰種麻辣唔係平時食嗰啲咩四川麻辣嗰啲嗰個 feel。台灣麻辣係咁樣噶，好易入口啊！台灣嘅麻辣，呢個羊，哇！呢個幾靚，食啦！喂，嚟啊嚟嚟嚟嚟，好、哦、又係原味啊！嗯，哇，都養生喎 ，OK 喎，你覺得 OK 啊？我覺得 OK 喎，橋頭嚟喎，啊，跟住紅棗啊，棗，誒嘢啦嚇，咩嚟？花生，薑，真係養生喎呢個係，諗住試下咧，加埋我嗰只，我呢個芝麻嘅醬，芝麻 Q 嘅混醬啊，唉。哇！神龜啊，食咁樣老闆，唉，唔知咩味啊？其實 OK 喎，又喺度講。麻辣咧，其實你加個醬咧，即係最多加啲酸啦，加啲酸酸甜味 OK。養生我其實唔係好建議加嘅，因為養生本身味好夠。係。係一肥腸。一般啦。而家主要我哋都係加牛噶啦。秋葵啊！龍哥最愛嘅秋葵啊！這個正啊，油炸鬼啊，好硬好硬身嘅，你夾落去又唔會崩走嘅，所以我要撒一浸落去。哇，啊，油温水啊，索飄曬啲油咯，係咪？係，咁咪正咯。整體評價如何咧？食到一半？十分滿分都有八分。OK， 咁其實咧個湯係佔咗好多分。其實食材咧，佢係好多選擇。佢咧牛咧，佢淨係牛，單單牛咧已經有八款嘅牛俾你揀，唔係喎，六啊，因為油炸牛舌加埋，跟住豬有兩個啦，羊有兩個，其實真係好多選擇。你 even 你食咧，你專攻一樣嚟食都夠。跟住再海鮮啦，海鮮真係 OK 唔差。老實講，五百幾匹啊，即係兩個加埋咧，就至少五百幾匹台幣。我慣咗泰國。對不住我喺觀眾掛咗泰國，百幾台紙啊，一位啊，兩個人埋單計埋，所以1160蚊到，200幾蚊，300蚊都唔使。咁就講300蚊，接近300蚊咯，即係講百幾啦。食啲咁高質素嘅餐，其實香港真係冇乜可能。我真係好中意嚟台灣食呢個麻辣煲啊！唔得啦，而家成日要快屙屎，應該。菊花残啊，李峰。菊花残满地上，你的笑容已泛黄。话说阿呸啊，食完嗰个麻辣煲之后咧，即刻定然啊，报应啊，爆谷，一支箭咁样冲咗入去个房嗰度咧，你咧袋都唔要啦，佢啫呢个。阿呸，舒唔舒畅啊？呸，好舒畅，系嘛？爆谷喎、啊，未分又未有喎、啊，未有咩？未爆谷。感覺即是你純粹急屎啊？系啊，應該係可能啱啱食咗啲火鍋，開始推咗上一陣落嚟。妖！好啊，舒服啊，即刻。今晚食多波南亞波咯嚇。再食就出事噶啦。唔緊要啊，你預咗出事啊嘛。一事無妨。
係嘛？我就睇下你係咪投降。但唔好叫啊！仆街。由於 P 哥視死如歸嘅關係咧，就算我哋第二日去到園林市，我哋都係繼續食麻辣火鍋噶。每一間麻辣火鍋咧都有佢特色嘅湯底啊！我哋聽下服務員姐姐同我哋介紹啲咩湯底啦。那今天有开车或骑车，我就不建议你们点选麻油烧酒锅，因为它用全酒下去就熬煮了。哦，这个棒哦！哇，它不是水来的，酒来的嘛？它是成兜都是酒来的。来了，下麻油了，要开。哇，出事了！哇，高级哎！哇，高级！下食材了，炸弹，可以直接吃，也可以泡着汤吃哦。哦、泡一下吃更好吃，谢谢。哇，我想找个泡的。海鲜成盒啊！你哋啊食咩药材锅啦？我啊冇得食啊，我啊食麻辣啦。我半次始终嚟台湾，全部都系食麻辣嘅，睇我几时爆谷死啊！因为烧酒咧，个浓度高啲。完全是嬰兒級啊，同十八比的辣度。拍埋個炸子粥啊，我抌落去咧，佢索吞曬啲酒咧，不過再拍落口咧，其實嗰啲酒味散曬出嚟啊！哇，好醉啊！銀絲卷都可以攞嚟加湯。這個就是終極食法啦，即係浸咗呢個麻辣湯，再加煉奶。甜加辣加鹹，決定就咁食。點解你我哋已經食到咁啦？咁啦，點解你有我新嘢嘅？話説咧，我開火太大，跟住又掛住睇電話，跟住就燶咗啦煲嘢。但係佢非常之好啊，佢換咗個湯俾我不得止。佢連嗰啲菜粉全部換個新嘢俾我。可以食咗兩餐，其實我嗰度差唔多食完了。但係咧，大家千祈唔好因為想食多鍋咧而係咁整窿嘅，係啦，其實係唔好嘅 ，OK。係絕對唔應該嘅 ，OK。記得第一次嚟咧，台灣打邊爐，我去都頂鑊，依家香港人咁去啦，頂鑊。嗰陣時就係啦，佢嗰兜嘢入邊已經有齊曬啦，啲咩豬紅啊。菜啊，咩咩食啦，我哋只系咁嗌啲鱿鱼食到饱，所以嚟台湾打边炉咧，真系唔好贪心，基本上系一定可以你吃得饱。出事啊！死亡无限都，我知个头有出事。麻油烧酒锅咁啊，先先咧讲个卖相咧，我已经俾佢98分噶啦。咁啊，因为点解咧？一人一锅咧就好卫生啊，因为佢类似咧呢个锅底咧。就類似我哋咧啲香港婦女嗰啲咧坐於嗰啲補品啊，燒酒啊又有咁多藥材啊咁樣嗰啲鍋嗰啲嘅鍋，因為我哋嗱另外加埋咧佢呢個醬料啊，即係已經食得899啲醬料啦，燜醬燜得非常之好。好啊，好食啊！嗱，已經食咗兩日嘅麻辣火鍋，究竟我定唔定得順咧？究竟我去到爆谷未咧？但可以留意埋我，睇下第三晚繼續食麻辣火鍋係會有啲咩情況噶啦。點解個屎忽先？拜。紅咗啊！我哋個屎忽窿嗰度。